大家好，我是大叔 Pizza。 这个是时空裂缝十三章第二节普通模式，出场阵容有雪莉、乃琪和艾尔文。咁呢关分别就有两波增援嘅。咁如果你完全无视解成就嘅话咧，咁基本上就好容易通关嘅。咁如果要解成就啦，咁就要打快少少啦，因为有一其中一个成就系七回合限制。但其实都好容易嘅啫，咁可能都系始终都仲系蒙战四嘅最终故事嘅关系啦。咁右下方树笼里面咧，个花花咧就系圣魔精100个，咁就记得顺手拎咗佢咯。咁最后一波增援啦，就会出现喺右下方嘅树林啦。其实都唔使刻意喺嗰个树林里面解决佢哋嘅，等佢哋自己慢慢走出嚟都 OK 嘅。成就嗰七回合其实都够嘅。咁祝大家都顺利通关啦，拜拜。全力で行け！もう私何？どうしたの？もう私の番？